凡说这是你甲你的后生所设计出来的考虑计。啥物咧考虑计？当恁即摆咧里里落落，跌过倒太多，毋知咧讲啥话过哈？我摕我啊，甲我囝的性命来咧甲恁分生笑。水亚平讲，也毋是为着要洗清你甲你的后生台新家个风水嫌疑啊。爹君子，那呢，我请教你，啥物款的法术会当让家己受伤，甚至会当王家个王祖辉变作鬼？这我哪会知影？法术的代志，你应该去问夏明进啊。你唔知影，你是安怎要指责夏明进的？那，你甲海丽这起哦，都无啥物实质的证据嘛？你敢会当证明夏芳甲夏明进嘛？因两个是冤屈了结？那是无都唔能够讲遐多啊！不是讲，阿明姐，你著爱赶紧想办法，看要用什么方法，通我主动变作恶鬼的阿个阴暗，唔通我出来作乱啊！是。哼，就凭夏明姐嘛，敢有法度对付官？原来是安尼，无怪我给王祖辉的婚票会影响到遐尼侪人。中文法术真正足厉害的，予我大开眼界。嗯，有管好法术的斗三工，咱的目标真紧就会当有达成啊。中文辉，稍等。哈林太子，啊是啥物代志，予你走到遮尼惨啊？我有真重要物件要予你。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阁真好看呢。这是注射血药，是用来冻伤劈死的啦。恁一人一个，爱记哦，挂在家己的身上，千万唔通放弃啊！以防哪个万一若失控，会对恁不利。好啊，多谢你。哈林太子，想要到去做代志，阁真认真啊。阮奶奶对着你，将来一定有好日子通过过。张飞，做你放心啦，奶奶若对我。我一定会予伊过好日子的。既然安尼，我著甲丽娜四界去行行的，培养感情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林小莲跟去。嗯。小戴，秋辉，你还阁有啥物袂放心的所在？唔是啊，是因昨晚我白叫你靠望辛苦与兴趣这件代志，予伊躲过一劫。太子。你是不是会当交代管好，加强哪家身躯的能量，让伊后盖会当顺利的开始抗疫？这件代志真简单啊，我等下就交代管好，去找哪家王祖辉，把这件代志办好妥当。秦王辉，你就唔免烦恼啊。安尼就好啊。咱以后吼，就是一家人啊啦。啊！你若有需要灌河倒三江的所在，你就尽量吩咐，唔免客气啊。太子，你真正是真有心的。阿娘，那安尼，我甲林太子就先离开啊。阿杰，昨昏你做了真好，收袂少啦。记得，是毋是会用互我看我的囝？啊，袂用的。虽然你是收袂少啦，啊，不过当怀疑这个任务，你还是无完成。你若想要看到你的囝仔，应该你就要较拍命才。是啊，你还比我害人嘞！恁若是无乖乖听阮的话，一世人你都免想着看到你的囡仔。
免做其他的代志，恁放我煞无？你在讲什么笑话啊？这款代志哪有可能讲收煞就收煞？你给我听清楚，阮若是无看到阮要看到的结果，你就莫想要再看到你的囝。我要安怎做，你才肯放过阮母仔囝？真简单，只要你早一日完成任务，恁就会当母仔囝团圆。阮今日来这，就是要加强你的力量，让你会当较早完成。只要有情公主，别安无代志就好。你刚刚讲，咱海明星足巧的，去是用公主你就惨。嗯。只要当保护有情公主，爱我做任何牺牲，我拢愿意。秋天，今仔我请高医甲你看麦。伊莎公主，唔免啦，秋天的伤哦，一两工就会好。花小三。苏皇子，你来走嘞。我听讲你受伤，所以特别来关心你一下。我无受伤啦，一切拢真好，你免烦恼。是啊，苏皇子，有阮风雅再搁发药，一定真紧就会好。安尼就好。若是受伤的人是我，唔知汉文讲袂。我到底是要被想啥？苏阿红，你除了来关心华友以外，还有其他代志要处理吗？对啦，我是要烦恼哪个红色的代志啊？韩明静，你花术这么厉害，你敢有啥物办法会当对付哪个红色啊？这哦，目前哦，我敢若知影讲。我家王祖辉的分别去予人家控制掉的啦，啊对方哦，法师佫比我较强，真正凶人嘛想无办法咧。看起来这件代志一定要豆豆仔来，大家做伙想办法来解决。无时间啊，我看伊嘛，我个王祖辉真有可能会过来找大家麻烦。玉珍讲的有道理，咱若是无赶紧想出办法，无一定会去遭受到佮怎共款的攻击，而且嘛真有可能会佫较歹对付。吓害啊！大家是安怎保护家己啊？这。是是我做你的旧话，我看伊嘛，俺个王祖辉真有可能会过来找大家麻烦。玉姐讲的有道理，咱若是无赶紧想出办法，无一定会去遭受到甲昨昏共款的攻击，而且嘛真有可能会搁较歹对付。一下害啊！大家是安怎保护家己啊？这。当初怀有做原因，无法度对付我家红嫂，那呢就表示汉文嘛无法度。若是安尼，恐惊汉文，今日就会无命。
对啊。秀叔等下，刚才请你跟我去外口讲一下话。啊？去外口？哎，少王子，有什么代志，等你再讲就行了。没用的。不是啦，是安尼，因为我私底下想要问你一挂代志，所以刚才请你跟我去外口一下。阿文，苏花王子会安尼讲，一定是有真重要代志要问你，你就该去啦。这是安尼，那我讲。苏王子啊，啊，到底是有啥物重要代志？一定要外口来讲。其实无啥啦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怀柔虽然伊已经再一个人受伤啊，我就烦恼的，诶，阴暗哦，你要更加注意，莫去让再一个人受伤啊。苏王子，你免烦恼遮尔济，我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怀柔的安全，会让伊受到任何的伤害，还是袂啊。苏王子，你带我来遮，就是要甲我讲遮个话。其实我是在烦恼你的安全，你想要对我讲话这么无客气。假使你若是知影我喜欢你，你敢会嘛愿意用家己的性命来保护我？素华王子带我来这，只是为着要讲这话，你到底想要创什么？素王子，是的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是会过啊。你想哪想？我无代志啊，我但是只是头有淡薄晕，应该是水果跳不下来呢。敢有要紧？敢需要我去写国语啊？唔免啦，无代志啊，我休困一下就好啊，无代志。真正无代志，那呢，你家己好好保重。就关心我，又赶快安尼关心我，才有外好。阿文弟他。所以，你旁这糖药是要用下万零哦？是啊，啊，着迄个韩万良做法受伤啦，我想讲哦，炖这个吼冬瓜汤，互伊补些气血啦。啊，下万有较好无？安啦安啦，有我甲你照顾，哎呦，绝对无代志，你只要搁好了真紧哦。秀红，他们的哈，你那会搁捧起我这糖药，是要互相拎啊？说唔知我听人讲下班受伤，我唔知专工点这帮补品吼，要甲补的。啊，嘛要互下班拎哦？是啊，下几只啊，唔免啦啦。还蛮有我咧照顾吼，啊！你即摆当伊在旁边，家己拎就好啊。你对我好就好啊！为什么你会得当旁伊，我都爱家己旁倒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补品吼是专工为阮大雄炸过来呢。哎呦，你看嘛，你我乌索索，也毋知是啥物碗糕啦。无得看哦，下晚若食了吼会歹巴肚。哎，还阁有，我即摆甲你无共。我这是大门闭远，下班若是食了吼，昨天一定马上就好起来。吼，到底是办唔办哈？我这乌索索的物件是冬瓜汤啦，迄专门咧补血呢。哼，我逐个月拢咧啉。哎呦，即卖欠血啉，即个拄啊好。哼，无你是咧笑话大呢？冬瓜哦，啊你实在嘛有够当生的。我甲你讲吼，我这下吼是用低心炖的。那南冬瓜、个南参啊，还佫有吼大门的闭远啦。啊！我相信下班若食了吼，一定马上就好起来。哈哈，知心嘛，歹势。人我是我爱心，万会抓住两个星星，我会较有效。哼，我的吼材料较丰富，我会较有效啦。哈，你用讲的较有效啦，我来讲啦。两位，卖阁冤啊啦！下班不是在等你的糖药，唔赶紧送糖药过去给伊。对对对，我这爱心补品嘛是立即就派你嘛。啊，不等下，我先来去啊哈。输人输阵啊，
我看我赶紧就改，喊唔着，我先过去啊。你走吼，拖遐尼济货，一定要少补一下。我有伫迄冬瓜汤哦，给你补哈。哦。来来来。哦。香啊！哎呀，你看小弟。哦。好吧。哦。好吧。哦。你大块。好吧。你啉我这碗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这碗是用鸡心炖的哦，内面吼有加迄个冬瓜、心啊，啊还佫有哦，其他冰都袂使讲啊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啉落吼，唔来补血，而且会惊气呢。惊气？唔是惊气，是惊气。我想讲你昨做饭吼，做到了尼济贵啦，啊，我想讲会惊吼，甲你补一下。是啉我的，而且时阵吼用我的爱心，那个个念你的名，另外他们才有效，对不啦？啊，哈嘛，另外我再加一个。林伯阿哩，那个继续安尼落去，我无代志嘛爱出代志，归去，我先死回两个看，看会较紧。喂，你干嘛？慢点，阿姐错了。受济，假鬼假怪，啊好好好。哎呦，莫紧张，紧张，我紧张好着命。你还无讲无大错，你惊？你还无甲你娘咧啊，讲你钱藏伫呾，你叫我以后是要安怎？老母，袂用啊，袂用啊。这一定爱做，爱做讲啊，阮今仔我寄西家是去藏伫呾，哎，小春。倒嘴，倒嘴机，倒嘴机，阿妈倒嘴机，要蛋子。哎呦，小心！哇，你小鬼啊！你平静啊，我认为你会当对抗伊的魔力。哎呦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是镜头。我无法度，我真是无法度。你是鬼死啊你！
找钱。我嘛到处要找钱。稍等一下。你头一件代志，就是想要找钱。你，娘嘞，若无创这招的，你敢会跳起来？啊？你拢知影？嗯，啊，你是我的囝，你当尻川几期毛吼，我嘛看甲详细啊详细，对无？我嘛知影。啊，但你身体是有较好无啦？啊？我还要我，伊两个卖伫遮吼，我还更加好啦，真正是。你是假死哦！你搁甲讲哈，就是你而且吼，你咋假死啊？是，水断了，两个人出去。他嘞，即卖谁人讲话哈？就免搁笑想哈，要搁看阮这金柑仔囝，出去。你啦，你啦！想袂到你后今仔日来一天啊！啊，搁有两个查某囡仔烧钱爱你，安尼大母安尼厝挂都要拿去。吼！你安尼点点只三万讲的啊？哎，你当作我足爱了啦！真正恁两个母子要扛家桥。娘嘞，啊你找我怎啊？我甲你讲啦，啊你的身体都有较好啊！永安娘嘞啊，要搁派一个工课予你做。什么工课？我甲你讲，我一直想哦，想这个哦，哪个黄祖辉哦的代志，咱若无处理哦，咱嘛足无安全的，你知无？所以永安，你都要搁做牺牲啦。什么牺牲啥？我甲你讲，娘嘞啊，爱你啥？腾起来。啥腾起来？来这个所在是要创什么？当然嘛是掠鬼啊！掠鬼，春阿姨，你讲的敢是阿给王祖辉？无唔对，哎，有金公主伊人诶，有金公主毋知走去倒，我安尼找拢找无。有金无去啊？今麦这么晚，伊走去倒位？哎呦，不然呢啦，咱四界去找看卖。哎，袂用的啦，海文殿下，迄韩明正有交代呢，应该无，大家咱踮伫遮。为什么？我知影，应该是甲涂骹所话身顶有关系。这电话应该是韩明正下，那么奇怪，先转伊家己无来。对啊，唔敢是伊无来，连下班啊嘛无看到人影。韩明正吼，爱我通知大家伫遮集合啦。啊，你嘛知影吼，迄掠歹鬼哦是一件超重要的代志呢，绝对吼袂当予迄无重要的人知影伤济啦。所以讲吼，歹势，别讲啊。啊，不过韩明正有讲，到时阵会有一个神秘的任务来保护咱，伊阁特别交代哦，叫咱大家绝对袂当走出这山顶的范围，袂当予这垃圾拢挥发去，上重要就是。袂当讲话，安尼到时阵哦，就算我阿杰王主有来哦，嘛袂发现咱。来来来，跟我来哈。恁这挂人真正唔知影事哇！阿杰的鬼魂是官府咧背后控制，就凭这两个李永光的哈曼甲夏明志嘛，哪有法度对付？万姨啊，你讲的神秘人物到底是啥？这天机不可留下。不来呀！
到是规身躯，真正当对向牙家王祖威变那个鬼哦。嗯，也毋你想讲恁娘咧也食饱伤闲哦，无代无事甲你话经无。小娘咧，你嘛算真强的哈，暗坎才吹波，拢无少偷家己。啊，你家己唔学，我敢讲。好啦好啦，免讲免讲，进去进去，一无确定啊吼，迄个牙家鬼魂也出来吼。哎呦，迄大云都足危险的，进去呀。这件事嘛，这么危险，我先啉些茶，舒些气咧。嗯，这万古高西药，紧啉啦，紧啉啦。嗯，啊，但我生你这款的，这无路用吼。我看我也是爱甲你娶一个阿母，好好啊来甲你管教。咱若要娶的对象哦，我看就爱娶小春的啦。你狗屎囡仔，啉茶较细滴个，迄水若去喷着吼，这经文都拢无效啊啦。谁叫你要讲伊这不知歹晓啦？你讲，味较油较好，我紧行啦，啰嗦啊，行啦。鬼魂真正是看袂到大家啦，下面即嘛竟然有法度施展这种强奸犯，妹妹，我袂用个予伊这尼啊容易。既然阿家用个听到声音，那无我着挑工不小心用出声音，引起伊的注意。你这家伙，你这人笑死！
开啊，你就较乖咧，我甲你抓下起来，啊，咱输得啊，代志悄悄的。你这死阿个，换你就这样哦，哼！你看恁祖妈吼，要阿讨回这面子。妈到时阵，我右手相当，甲你伤着，安尼我也真歹势。其实我好啊，真好啊，我不错。妈，谢奶奶。我。阿爸，我不是叫你上过，阿先去徛遐啦。你这个查某，小等下，干脆你算下。那个老祖，咱大多讲到位，落手先打，你放心。我下班在你在世时阵做人真正袂歹，你有看到因遐人的表情，对你是足欢乐。哈文大叔，你我，嘿嘿嘿嘿嘿，呀，你根本不不理啊！原来因是咧欢乐。也是我含面来较厉害对无？哈文姐，你果然成功啊！当然的啦，我哦，这摆做咧好看好看哩，嗯。有时是我做你的旧话，呀，那根本不怪你啊，原来因是咧烦恼。竟然会当对我发作！阿文，刚刚你信上也有寄封好信。无啊，我唔知谁人会安尼。奇怪，我哪有这个物件？奇怪，阿文哪有这个法宝？阿文，你谁人有这个黑药？哎呦，即马这拢无重要啊啦，只要一块玉啊，来当掠迄个叛鬼啊，咱就紧来甲掠啊！一平，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真惊这黑牛？你做你放心，你只要老实甲阮讲，阮唔拿袂伤害你，电动甲你斗阵，共解决你。你即马甲我讲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控制？一平姐，你紧甲我讲好无？到底是谁在控制你？靠！我绝对袂让红阿杰讲出来。你紧讲啊！发现这样的高强，竟然当让刚刚王祖辉的鬼魂变到这么厉害。你跟我要紧？我要紧。想袂到对方讲着，竟然超过我所想的。看来咱今日我都对付伊了。
差一点嘛就会当知影，谁是无爱住宿者，竟然叫你走去。大家平安无代志上重要，加在他们身躯顶有这块血肉，会当救大家。阿妹，这物件是为倒来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是头一次发现到我身上有这块血肉。阿妹，你真足想看卖，今仔日敢有拄到什么奇怪的代志，或者是拄到什么人？我再想看卖。真有可能，照你来讲，我计无可能伤到这样严重。刚讲是，我问你，我之前给你的法宝呢？我还在这。嫂，你的呢？我，在我身躯顶啊。我的，我的，奇怪，哪会找无啊？奇怪，今仔日明明就有查啊！啊，刚刚是胖某啊？胖某？哎，无怪阿杰会伤到这样严重，伊在血局一定是被因救着，才该伤到安尼。嫂啊，因家这样无势力啦，是的啦，今仔讲是的，无效啊！别等。因真正是好高运啊！哼，既然让伊躲过一劫，赶紧来，我阁爱想一个办法降临。安尼，您是不是对俺无代志？你讲呢？俺家今晚伤到这样严重，伊当然嘛无代志。奇怪，咱规暗一直在想，想到连夏明志嘛阴，嘛已经忝啊，倒去休困啊。也毋过，也是无法度想出来，这块血肉到底是为倒位来的。对啊，实在我好难想无咧。玉芝，玉芝公主。玉芝，你规暗是走去倒位啊？你敢知影我有偌烦恼？我去皇宫外面找对付一片红花。也唔够做几暗嘛，也是无找到有效的方法。是的啦，你烦恼。玉芝啊，你要出宫哦，爱甲阮讲一声。阿若无，我是会替你烦恼的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对啊，我听讲昨晚你经历一场代志，敢真实？是啊，我有看到阮家王祖辉，差一点仔就甲伊抓到，也毋过真可惜，互伊走去。真正是足可惜的，我竟然错过这么精彩的代志。找救命啊，真正是足忝。玉芝，假使讲你哪会忝，你就先倒去休困啦。我袂忝啊。玉芝公主，你看你啦，拢已经喝去两摆啊，佫讲你袂忝。无安尼啦，我即马送你倒去房去休困，好。哎，我喝伊几届，你拢记得这么清楚。玉芝公主，你嘛知影，我一直拢真关心你，所以哦，你平常时一举一动哦，其实我倒去房去就是。初天啊，我看你又无闲几工啊，送药丁转去房间了后，家己嘛转去房间休困，知影无？小华知影，多谢殿下关心。玉芝公主，请。韩文，敢讲你真是无任何印象，这块血肉到底是为倒位来的？譬如讲今仔日，你敢有拄到啥物较奇怪的代志？也是讲有啥物人无注意启动着你，伊就顺续将这个物件压予你啊。啊，我想起来，我今日有福在素华王子，敢是伊把这物件藏在我的身上？也毋过，假使这是素华王子的，伊想了会有这块宝贝。对，讲嘛奇怪，伊对我印象一直无好，伊想了要把这物件藏在我的身上呢？过去，咱来去问伊。昨昏还问到阿家斗这么久，虽然最后阿家被花宝伤着，啊，不过嘛不知影汉文即马情形安怎，我就想要去关心伊的。
少王子。 是你，也够我。恁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少王子，昨昏你身体无爽快，我有甲你扶起来。你是毋是趁迄个时阵，甲这费用囥在我身顶？啥物费用？我从来毋捌看过呀。啊？少王子，快要出来。唔知影恁找少华有啥物代志？啊，少辉。 代志是安尼啦，昨昏毋知是啥物人，甲这物件藏在我的身上啦，互阮哦会当顺利哦对付这个假嘅红烛灰啦。这甲苏华有啥物关系？是因为昨昏汉文义有甲苏华红烛扶起来，我本来掠准讲是苏华红烛将这个黑桥藏在汉文嘅身躯顶，也毋过阮拄则问伊，伊可能捌看过这个法宝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嗯，秋辉，实在真是的啦。 啊，既然是这误会哦，哎呦，那恁咱就先告退啊。算计啊。嫂，你既然敢发病了，偷偷啊将福报退给着发病。 阿娘，你这么用心栽培我，把我强到大汉，我哪有可能反背你去帮助一个外人？你家己做的代志，你心内有数。赵法文绝对不无用，去怀疑你把法宝摕给我，啊，不过我紧甲阿娘讲实话。阿娘，昨昼法文确实有甲我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甲法宝偷偷给伊，我真正不知影是安怎法宝会伫伊啊。 看苏华安尼，无亲像是在讲白话。以后我还是较注意一点。好啊，你要做代志，啊较认真个，还阁正念好多，把重要物件放无去。阿娘，你是相信我？你从来毋捌对阿娘讲过白话，我嘛相信你袂做出对不起阿娘的代志。 多谢阿娘，让你说出去，你敢袂听？没啦。嫂，你也记，阿娘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要让你早日做工。你一定要好好听阿娘的话，莫讲阿娘对你的期待，知影无？嗯，我知影，我袂让阿娘失望。 想过，其实我根本就无想要做国王，我敢若想会当采取正常的查某囡仔同款，过着平凡的日子。若是我会当变回查某囡仔的身份，和汉文安华，毋知有偌好。啊，我现在就心生怀疑。所以，我们住城都无爱生。 其他的人也讲唔知影这黑药是为倒位来，哎，安尼呢？其实为好的所在想，至少要有一个人伫暗中甲咱斗相共。啊，不过这个人是安怎会现身？到底是为虾米呢？即个疑点，咱拢爱去找着答案。又唔过，即马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伊平姐脱离苦海。这个黑药，敢会让咱？ 抵抗伊平的攻击，袂得让伊平脱离伊只友情的控制，这毋是治本的方法。哎呦，咱赶紧想一个办法，让伊平的分配得到注意。嗯，也毋过到底有啥物办法，会用救伊平姐啊？有啊。嗯，哎呦，啥物办法？ 连牛车也紧急着，啊，本身哦连面拢啊袂洗，嘴拢啊袂涂，啊，早顿拢啊袂食，就挂过来。
嘞，看起来哦，这边我也是叫本身第一名。哎，我只是飞较悬尔，你无看到？我伫顶悬看你伫下骹演戏，演到这么欢喜，我就足歹势叫了你啊。啊，不过第一名还是我。喂，啊，这要哪有可能啊？迄个另外一位，啊，本身拄只出来时阵哦，啊，看你跟你乱乱说的，你哪有可能飞比本身更紧啊？变作恶鬼啊！阮想要紧查清楚这件代志，阮希望伊会当赶紧脱离歹人的控制，早一日去投胎转世。哦，哈哈哈哈！这小可代志啦，猎鬼哦，本身哦内行的啊，看想要猎垃圾鬼哦，伊个吊死鬼哦，还是水鬼啊，本身哦。小可代志啦，放在我的心上。汉文、怀玉，因暗暝叫大家伫房间内底卖出来，其他代志交予我来处理。我即马就来去传出。喂，另外一位，吼，你真正够超过嘞，哈，你安尼偷走去，啊，你真正是，多谢金光神电话真滚，还不就好诶。那呢，那要叫叶华去通知大家。嗯，未歹，总算布置好啊。甲你用安尼，敢袂出包啊？要哪有可能啦？迄昨个突出的吼，迄是算意外，你知无？今仔日恁娘俩啊，就要自昨夜拢甲拖倒转来，从这哪个王祖辉吼一分别来修复起。娘俩啊，这话吼都袂当讲阿满。如果呢，恁若是搁失败者，俺哈个后半世人就变作哈哈哈。笑死人！太累太累，有时呐，人袂晓咧开嘴啦，见人开嘴，唔捌讲一句好话啦，你啦。啊，无你讲啦，你按算要安怎？我，恁娘咧啊，唔宝贝。来，你看。
要泡茶，我来添烧水。耶！啊，泡啥茶？这是新店呐。啊？嘿，好嘞。哎呦，啊，这新店有啥作用啊？这新店，我今仔就是要安排。等下吼，这个雅阁王子妃啊，这个王魂老咱印出来时阵，我就要甲印入来店内，马上哦，将雅阁王子妃的王魂给吸入来新店的内面，然后我就准备念咒语，呼哒啦，咔哒啦，摸摸，呼哒啦，啪，呼。随时来启动这个阵法，将阿吉王子妃的魂魄都给收服起来内底。你牛奶一只有啦？有的。哇！不过吼，大家都要做小心的啦。哦。这个新顶的锤吼，一定要对准这个阿吉王子妃。卡输啊，那是对了无好势去哦，关起，将别人安尼救一下。去入去这神殿内底，迄个人都万死不能超生了。你看，这有恐怖。蛤蟆嘞，搞死伊啦！哎，阿奶怎无看？我是真是，阿明公，原来神殿内底神做安尼。蛤蟆嘞啊，蛤蟆！啊！这狗屎囡仔，你真正有影狗牙巴嘞！甲你讲恐怖尔吼，啊，换一个头你就走去，无要甲你吸啦，哈曼！你来啊！啊！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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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呜！哈曼嘞！鬼魂收在身顶内底，孤男寡女，不是的，孤男寡鬼。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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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不爱啊！啊！这不是真的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狗屎囡仔，你走一道啊！那等下我若看到你啊！你娘俩就用这个甲你戆真正的，我来就走。喂，阿曼，阿曼，阿明姐，啊，大姨，总算找到你啊。嗯。哎呦，大姨，啊你坐到这么紧张，有啥物代志要交代？无啦，阿明姐嘛，拄只金光神还佮莲花真君，因甲我答应，因讲会甲咱大家斗掠，拿给王祖辉的魂魄，所以爱咱大家踮伫个房间内底，唔通出来。哈明姐嘛，为着你的安全，你紧回去你的房间啦。为着安尼哦，你别惊别惊。今仔日哦，我哈明姐哦要大展神通啦，我绝对哦要收服阿家王子妃啦。阿家我一个哦来去收哦，安尼较有保障对不对？安尼敢好？安那有啥物唔好？下来我甲你讲，哦你看，我这灯拢摆好势啊，阴暗哦。我绝对无要让阿家王子妃哦，一魂魄走散去，绝对要甲收入来这神殿内底。看哈明姐嘛，这么有自信，我实在是真歹势甲伊打击。好啦，哈明姐嘛，既然你遐尔坚持要对付阿家王子妃，我着归去留伫咧这陪你好啊。假使讲有啥物危险，咱两个嘛会当互相照顾。哎呦，大人多谢你哦。也是查某囡仔吼，较大心啦。反正我咧唔正惊吼，无胆啦，翻一个身尔吼，目一日拢无看的人，啊，放我家己一个在遮啦。夏冰姐嘛，无一定下班大学事是有啥物重要代志先去处理，反正伊小等就转来啊。嗯，当然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。到时，等下吼，若我看到吼，我绝对甲八陪甲做保底啊。阴暗有金光神，还佫有莲花真君相助，而且佮夏冰姐嘛做伙斗相共。希望真是会当顺利抓到一品姐的魂魄，千万唔通阁出啥物意外。赵汉文，刚等坏了。刚
讲啥物要请大宋来是明了哪个，真正是学袂来啦。哼，我就唔相信，因真正会当请神明来斗相共。海内青龙会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在这世界上，真正有莲花清君，也够金龙子，而且因真歹对付，咱绝对袂当看轻。伊拢安尼讲啊，咱是毋是应该先观察，过明仔再再去讲啊？袂用的，我等袂好啊！安尼一工拖过一工，要等到啥物时阵啊？我应该就要抬死脚亡。啊，不过我惊会有危险的。放心啊，有冠豪甲我斗三工，有啥物通好惊？冠豪，你无问题哦。秦王妃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。真好，我就相信你绝对袂让我失望的。阿娘，啊，不过我惊万一，无啥物万一，我永远一定要抬死脚步。哎呦，小心！哇，你是叫乌龟啊？吼！妈妈，嗯。林长官，我认为你绝对会当对抗邪魔的。哎呦！我真是无法度，真正是鬼死啊你！我要你大龙死！苏西西。秦王妃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。真好，我就相信你绝对袂让我失望。阿娘，啊，不过我惊万一，无啥物万一，我永远一定要抬死脚步。好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先离开。看起来阿娘真正是下定决心啊。好，阿娘。我先回去，你要较细腻。我知影。咱会当马上动手，把卡蒙迄只老狐狸除掉。乖，爱麻烦你。这秦王妃放心，因啊，我就要加强我家身躯顶的力量。为太师靠不过，红沙漠沙漠多，红沙漠沙漠多，我给王魂金献身，是。我以邪恶之心为名，和你黑暗的力量，你今仔身躯充满着力量，我命令你。只是去台西卡蒙国王，不敌为抗，去！七龙主，我麻烦你送阮回来，实在真歹势。啊，卡蒙国王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啊，不过请两位一定要去，因按绝对袂能离开青宫一步。较免看有危险。七皇子，你放心啦，我甲国王一定会配合的。只不过，你讲迄先生真正会甲阮斗三更收鬼吗？您做你放心，我会向你保证。七皇子，我相信你。那安尼，以后都要麻烦你甲怀玉孙兰，也佮有金光心莲花金龟。国王，唔当咩讲，我会尽全力，请你放心。假使无甚物代志，我就先离开啊，请你好好休困。多谢你。公，阿杰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有斩条你就去先杀了你的首领。快，出手！
金公生，你话真滚，你认为真正来啊？当然嘛是真实的，阮是新鲜的，当然爱讲话算话啊，干袂只交互阮。OK， 本身哦，负责任来收了你，你哦，卖阁反抗啊，知无？无唔对，那是爱阮动手，就真歹看哦。何西，喂，你话怎话？啊，你个本身都是细汉的哦，哈，你这本身用我得了哇？啊，无你即摆是要叫我？何西，这个细汉的确实真乖，哈。阿妹，你伫遮保护国王，甲王妃其他代志甲好稳就好啊。多谢你。免客气。我刚才有先生到三江，这家伙才离开。看不过。王妃，两位做你放心，伊嘛，我一定尽力保护两位。那安尼，一切都要麻烦你了。阿贺，你这死蠢货，竟然敢跟我手下来！你看恁祖妈吼，免甲你掉落一根试试。奇怪，啊，都无人啊，啊，哪会形容这寒着？啊，对啊啦，敢会会含人个掠鬼？所以我的心理作用，啊，唔管唔管啦。先来甲春晚，迄个才阁讲。啊！你真正恶鬼哦，终生叫本身了去哦！你真正是哦，甲本身气死啊你哦！你傻啦，我唔是鬼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啊！你甲本身当作啥货囡仔，阁敢讲你唔是鬼？我是真正是哦，本身今日哦，绝对要好好甲收你钱。哎呦，你真正个硬功啊！哇！哎，你我真牛啦！啊！你真正无意思，啊！你甲本身害我这边哦。你昨天陪看嘛，伊是人。哦，你话真准，啊，你真是骗笑咧，啊，伊是人。啊，你真正是人，不是鬼哦。哦，你真正是哦，甲不知气死啊你哦。哎，安怎哈？我讲唔对吼。啊，你真正。我本来就跟你讲，我是人，不是鬼啊！是你讲我是鬼呢？啊！你生这个形，你敢不是鬼？你竟然是人！啊！你夜半暝后卖出来搞黑镜啊！你真正是个本色歧视啊！哦，嘘，卡小心，慢手机，慢手机，我来处理。哎，姑娘，我跟你讲哦，无代志唔通假鬼假怪，安尼会当我们办证书知无？乖。快些快些，行啦！咱来进来俩鬼。行。阿娘话，啊，真正拄着人俩鬼呢，吓恐怖的。不管了啦，先去嘛，再讲。等这么久啊，爱雅家王祖妃到这摆也唔出现。一平。
萍姐，你是谁？哪有会叫我？依萍姐，你唔通安尼好不好？你听我讲，去死！依萍姐，依萍姐，你干嘛？哎呦，阿姐话要，阿侬唔还手，阿恁是中意阿咩？我爱小姐。很多好呢，摸摸可多好呢。起来！呜呼！哎，是我下面的较厉害对无？下面姐嘛，你个人成功啊？当然的啦，我这摆做的好看好看哩。嗯。哦。啊，嗨呀嗨呀嗨呀！哎呦，大事不妙啊啦！金光神，莲花金棍，是甚么代志不妙啊？神殿内底出问题啊！神殿，我的神殿有问题。神殿内底出问题啊！神殿，我的神殿有问题。我若无用着，我已经等你足久。是你？对。就是我，我的高强，一片无天大白树。你上好是给我关个拐杖遐济，啊那无食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你卖啰嗦，放我出去！放你出去，我家己忙怎样出去？你也唔知我哪出去？你千万唔通过来！你千万唔通过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我的心顶，啊，内面都好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你看无？啊，本身就在看我啦！我去。他们的哈孙那里来的？哎呦，这狗屎囡仔！我叫伊惊一个老跑呀，讲讲入去跟人拼啦！哈。好巧好巧。哎呦，先别讲这么多，你赶紧救伊啦！救他妈去！他们的哈孙这边还顶死啊！哈明姐嘛，你赶紧去救伊！救救救救！我嘛唔知要安怎救。啊！唔知要哪救，啊看本身的啊！我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本身要冲着，本身当然要来救出你。你干嘛去啊？好，我来救干嘛去啊？好，你是只好鬼，你干嘛鬼？喂，慢走！
您到底想要创啥？想要创啥？当然把你这只乌龟收起来，把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大王爷，还是要搁等一下？等只乌龟哦，鸡胎死鬼了是吧？啊！金刚想我拜托你，我给伊苦劝一下好不好？苦劝。好可恨，花友，你别戆戆，伊即摆已经是恶鬼魔的可恨的。为什么炸？你别跑，别再跑了。花友，你是为田心来，还是为天？我，你莫管这点狗鬼啊！好，好。你们上钩。会有大人，他都叫人家给王祖辉叫啥？我唔知，可能叫伊贾玲阿名啦。贾玲阿名，哎呀，啊会有大人，比伊名阁大，啊？高威啊！喂哟，你拄只叫我啥？林上家，林上家，照顾。无听过这个名，林上家。九天没出现，这，刚，你敢有法度压着？陈贵，做你放心，这届我绝对袂失手的。这，是梅宝亮是爹娘，莫管九天没出现，这。
我今日拄才会爆炸，引起着别人的注意。我看，咱也是赶紧离开这。对啊，你讲了忘唔掉。真正拢无去啊，你哈？什么无去啊？是魂飞魄散。金公生，你想到要安尼做？我，哎呦，啊你搁咧问本身？拄则你无看到，迄只乌龟哦要对你不利咧，本身无破阵，过免来用啊！哦。要唔过伊就要甲伊个囡仔相识，你想到会当安尼做？哎呦。亲像这款的恶鬼，阮都必须要甲伊除掉。若是无甲伊除掉，伊就会伤害骨卡侪人。阮做先生的必须要安尼做，所以希望你能体谅。啊，得对未？哎呦，啊，拄则你嘛有看到，俺阿个王祖辉哦，拄则去予伊神娘的一面影响着啊。我若叫你甲消灭掉啊，啊，你妈妈安尼。要唔过变作恶鬼，毋是伊家己愿意的啊？敢讲就袂用予伊一个机会，予伊甲家己的囡仔相识是无？好，谈话哟。啊，你真正是讲袂出声，真正不知气死啊！啊！拄才甲你讲过啊，魂飞魄散，电魂皮散了了，是要哪找倒转来啦？好，导演，本身正甲你警告，做人通这样良心，做人这样良心，你是要哪修成正果啊？真正是甲我气死啊你！什么就创啥？要创啥？连环金棍，你也毋要看过本身这样受气过啦！我甲你讲，但凡要一箍吼，真正是讲袂出声啦，咱两个人吼做甲老伴，去互嫌啊老伴，来走。我讲一句话，花瑶，人生有真侪无奈，你都要看得开，知无？金刚钱，行，来走。来走。你慢走。江山两位中郎大神，好，你家仔，家仔过一段了，哈。也是够艰苦，啊，搞死囡仔哦！若不是你安尼无代无志出来拉比赛哦，我早就将王祖辉的份啊处理甲好势啊好势啊啦。无我问你，你到底也是拢要来乱的？无娘，你即摆是讲啥？你无代无志，搞想伊生命内底咧，再怎佫害我叫咱个王祖辉，代志乱要死。我才是受害者，我是上有可怜的。你个头啦，搞死囡仔！无啊，你安生鸡两个，无安放鸡屎，猪大猪咧，安尼哇！依萍哦，伊的用手已经尽了，唔止啊。而且吼，因为伤过思念伊的后生，流乱在人世间，所以才让人利用变作鬼，吓人惊。而且最后无好必成。对啦，所以哦，鬼惊代志，马祖娘就知影了哦。马祖娘娘哦，就大发慈悲，命令本身还佮莲华真君，赶紧把伊魂魄佮收倒转来。也毋过真可惜，依萍的用手已经尽了啊，所以讲哦。是是我做你的旧话，金公生讲的真有道理，我就是七情六欲看伤重啊，才这么看袂开。也不过，伊平姐啊，连甲家己的囡仔消失的机会都无，安尼做，敢袂伤过残忍？马祖娘娘，我拜托你大发慈悲，让伊平姐啊，家己的囡仔见最后一面，安尼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孔，但凡有哪会提醒，不用的，我不用让伊知影，我嘛来甲大事讲，而且佫受伤，也若无，所有的代志拢别讲。迄个人走回家来，想到忽然间无去啊！哎呦，姑娘，汉林店啊！这么晚，你哪里吃？你敢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可疑的人？我无听到任何的动静啊！刚刚有贼仔在遐食。
天色这么暗，我并无看清楚迄个人到底是啥。只不过我怀疑这个人真有可能就是控制阿家的人。安怎讲？今仔日我要去抓鬼，我已经通知所有的人袂当随便出来。要唔过这个人竟然阁走出来，而且伊的行动鬼鬼祟祟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实在真可疑。原来是安尼啊！翰林殿下，今仔日发生真多代志，你家己啊说去。多谢花妖姑娘，你提醒我，我会说你。那呢，我来别个所在找。花妖姑娘，你家己嘛爱较小心的。我知影。人拢已经走，你紧出来。谢太祖殿下救命之恩，这无算啥的啦。冠豪，你是安怎受伤的？启禀太祖殿下，小华拄只在甲陈怀玉伊所请的神仙斗法时阵，结果唔但家己受伤，甚至嘛去害着海内青王妃受伤。小华不料，请太祖殿下降罪。冠豪，你紧起来，你无需要自责，这也袂用怪伊啊。多谢太祖殿下。冠豪，这次失败吼无算啥个啦。最重要的是七皇帝因哪未发现，哪还阁有机会会用下手的。你先回去疗伤，本太祖以后还阁有需要你斗三工的所在。是，小华告退。进去。顶间毋是摕药仔予你，紧摕来予我吃。好，你等一下。阿娘，这里哦。比拄只好真济啊！安尼就好。是讲阿娘，你那受伤是怎拍你的？还是电话出什么问题？电话已经破啊！哪个嘛纷纷被杀，搁害着我甲冠豪受伤。想袂到因真正是扯着先生来斗相共。电话风破啊！那呢？你敢有让人发现？无，我拢做到真神秘，应该是袂让人发现。既然电话已经封破，他们应该是无代志接到。那呢，阿娘，你刷落来要安怎做啊？这个冤仇，我一定要报。啊，不过这摆上重要，是我爱把我这个伤医好。别去予人发现，去医生。天光的时阵，我叫高医替阿娘准备一挂药啊，予阿娘会当早日恢复。啥？一边啥？魂飞魄散哦！是啊，他本来两尊公会当予依萍投胎转世，想袂到竟然有这款的结果。就是啊，早就知会安尼，当初就无应该予伊来代事公做啥物离婚。不会哦，顶届我昏昏拍散的时阵，你毋是去希望界吴立天甲我救回来，这届是毋是用同款的方式甲依萍救回来？我感觉洪兄哥
这个方法会当试看卖。昨暗我已经问过金光神啊，伊讲既然怡萍姐也消失啦，是安那要搁甲伊找回来？伊真正有安尼讲？搁再讲，当初是我找你的婚片的时阵，是因为有爱君，也跟妈祖娘娘斗相共。也毋过即马，怡萍姐的婚片伫倒位，我根本都毋知影，我是要安怎甲伊斗相共？哎呦，根本真正无其他的方法。有时是我做你的旧话，伊真正有安尼讲？搁再讲，当初时我找你的婚片的时阵，是因为有爱君，也跟我妈祖娘娘斗相共。也毋过即马，伊平姐的婚片到底伫咧倒位，我根本都毋知影，是要哪甲伊斗相共？哎呦，敢讲真正无其他的方法？应该是无。若是要怪，都爱怪背后控制怡萍的啦，伊利用怡萍来对付咱，啊若无，代志嘛袂乌到安尼啦。讲到这，我去想到啊，昨暗我倒来工厂的时阵，有去看到一个真神秘的人，而且伊的形状鬼鬼祟祟，我伫咧怀疑，这个人真有可能就是控制怡萍姐的啦。哎呦，你敢有看清楚迄个人是做啥物目的？天色伤暗，我无法度看出迄个人到底是啥。那看起来。再另外调查。秀红，你昨晚无困好？无啊。对啦，秀红，你最配的这个伤到底是安怎？哦，啊，煞毋知我昨暝吼困无好势。啊！伊伫含面啊，啊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结果怎变去眠床下去？啊，醒起来就变安尼啊。小红，你以后啊较细腻。是，公主。时辰晚啊，你害我规暝困无好势，搁甲我拍到规个面痛到要死。这条线，恁早晚一定找伊算。启禀汉门七皇子，拜有孙安。国王私底下叫我传令，讲要密见恁两位。哈文，既然国王讲要密见，咱是赶紧来去找伊。小军，那安尼我甲怀玉先去甲国王见面啦。你先去无伊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昨暗真多谢恁的帮忙，所以我甲王妃才当。度过一劫，平安无事。卡邦哥，千万唔通这样客气。但是讲有困难，阮无可能不管啦。不过真正甲你斗三工的，是莲花真君爱国金光神，阮实在是愧不敢当啦。哦，不呀不呀，恁大山的神仙实在是有影真厉害，有机会代替我向恁两位，谢谢多谢。卡邦哥，你放心，有机会阮一定代替你转告。大家平安无代志是真好啦，啊！不过即马阿个王子辉消息啊，就等于所有线索拢断去啊。即马伊本王子阿个阿个王子辉的死，就变作无头公案啦。其实我今仔日苏都遐找恁来，就是为了这样代志。考古，你是毋是受着国家号的白话？伊本的死，其实我另外还阁一条线索，唔捌对别人讲过。是甚物线索？本来这是阮家族啊一项建孝贷，我足无想要讲出去，但是即摆已经无办法了。
我只好讲予伊听。卡无讲，假使你愿意甲阮讲，阮绝对袂讲出去。安尼好。其实，伊本甲苏珊无参就表面看遐尼好，伊两个互相敢若有甚物款的误会存在？甚物款误会？这我有问过伊本，但是伊本拢无话讲。我对这样代志并不是讲遐尼清楚，但是伊本要死迄天脾气足歹，我咧想讲是毋是搁甲苏珊伊个冤家，所以我毋才会劝伊讲翁仔某相处一定要互相吞忍。想袂到，想袂到伊本煞甲应出应接，我感觉足无面子的，别阿囝两个阵啊争吵起来。原来伊讲的情形是安尼。本来我是想讲这样代志，放伫心肝底就好啊。但是案情若果继续安尼拖落去，嘛毋是办法。我如果看到恁，连神仙都有法度能够请来帮忙，我毋则想讲将这样代志讲予恁听，可能对恁调查案情会有所帮助。多谢卡木哥对我甲怀柔的信任。阮两个人一定为这个线索去调查落去。那安尼，一切都很麻烦。哎呦，你拄则对卡巴公所讲的，敢有啥物想法？其实，自从伊本龙主死了后，苏珊王主辉开始一直将家己关伫个房间内底，而且拢唔放阮入去，实在让人感觉真奇怪。卡叔讲，咱若是会当想出办法去见到苏珊王主辉，那呢，咱就会当了解这个情形啊。啊，不过这苏珊王主辉封闭人的心这么重，咱是要安怎才有多接近伊嘞？哎，卡叔，咱找少王辉来斗三工，唔知是不是会当安尼？对啦，阿伯。金光神，金光神，你啥奈伫个遮？哎呦，是啊，金光神，你不是等去天庭，啥奈啥奈过来？汉文怀玉，啊，本身当然有正经的代志，唔才搁在个找你。哦，恁看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这个囡仔是要创啥物？哦，怀玉，汉文，这囡仔内面底啊，也就是用阿个王祖辉啊，伊的七瓶啊，就是恁熟悉的林依瓶啊，啊。啥物？啊。金光神，你已经把这怡萍的七片找回来了。啊，对啊，本身已经把林怡萍的七片找回来，啊，若剩的那三分哦，就要看莲花真君哦，是不是有再着甲找倒回来啊？最好诶，那那莲花真君呢？我伫遮。喂，哦，你是要把本身惊死啊？哈哈，我嘛收到怡萍的三分。哦，实在是最好诶，那那讲起来，怡萍真有救啊。嗯，喂，莲花真君，安怎？本身这边哦，动作紧哦，叫本身第一名。叫你第一名，我甲你讲，这届难度较悬，无事。喂，啊你输就输啊，顾命做呀。我因为是安那，啊你就把。两位仙女，卖阁玩啦。其实两位哦，真正足无简单嘞。在这么短时间内，会当把这怡萍的三分七撇找转来。啊，不过唔知影你是安怎把这怡萍的三分七撇找转来？是啊，金光神，你之前不是讲，既然怡萍姐伊消失就消失啦，是安怎你形容之间，搁要把伊的三分七块找转来？哎呀，这件代志吼，本身甲恁讲啦，吼，也就是讲哦，林怡萍伊在世的时阵啊，唔捌做过啥物歹代志啊，所以死了吼，伊三分七块去到地府啊，阎罗王都无要甲收。那是照你讲吼，林怡萍的三分七块来去咧天顶唔才对，是讲吼。依萍哦，伊的用手已经尽啊，唔止啊。而且吼，因为伤过思念伊的后生，流乱伫人世间，所以才会互人利用变作鬼来听，而且最后魂不必死。对啦，所以哦，鬼件代志马祖娘就知影了哦，马祖娘就哦，就大发慈悲，命令本身啊，佮莲华真君，赶紧把伊的魂魄佮收倒转来。也不过真可惜，依萍的用手已经尽啊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林依萍都无法度去活倒转来。也不过哦，又搁有一个希望，林依萍哦，目前还搁有一刻的时间，一刻就是15分，15分就是900秒，所以哦，伊还搁有900秒的时间，会当甲伊囡仔相识啊。
一刻时间。虽然一刻时间真短，也毋过至少伊平姐会当阁看到家己的囡仔，嘛算是完成伊的心愿啊。马祖娘娘，多谢你肯体谅伊平的心愿，愿意阁再给伊一个机会。怀玉，你也会记得哦，恁甲伊平的灵魂释放出来了后，干那一刻的时间，一刻都是。一刻就是十五分九百秒啦。十五分钟九百秒，伊就会消失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时间，再来。好，我知影，我一定尽力。那安尼，阮就先来走哦。金刚心，行。怀玉，既然呢，咱赶紧去找苏珊王子妃。和依萍甲囡仔见最后一面。是啊，唔那会当完成依萍姐的心愿，咱嘛会当小小看卖啊。苏三王做伙，伊即马情形到底是安怎？那安尼，咱去来查。又搁是你，搁有啥物代志啊？是毋是？搁想要来看阮囝？唔，那是阮想要看囡仔，而且搁有一个搁较需要的人需要看囡仔。是啥物人？就是囡仔的亲生阿娘，阿家王祖辉。阿家迄个龙道的恶鬼，昨暝不是已经让恁请来的先生拍到魂飞魄散啊？哪有可能会当看阮囝嘞？因为金光神还佫有莲花真君，不忍心看到阿家王祖辉魂飞魄散，所以家己的三魂七魄已经收倒转来。妈祖娘娘，伊带念。我给王祖辉天性善良的魂伤，所以大发慈悲，愿意阁予伊一刻的时间，予伊会当甲家己的囡仔相识，完成伊的心愿。希望苏三王祖辉，你会当成全。你胡白讲，分配拢已经魂飞魄散啦，哪有可能会当收回嘞？我才唔相信有这款代志，真正是莫名其妙。苏三王祖辉，请你相信我，当初阮嘛是因为……好啊。我即马真正无方便，我拜托你，莫再来搅扰我的生活，卡免去惊着阮囝。苏三王祖辉，请你。哎呦，我看煞落去啊！既然伊无愿意和咱入去，咱只好另外想办法。我只会当安尼。讲什么生气？我真无简单，才让阿家迄个恶鬼，莫再来跟我哥哥缠啊！哪有可能让伊看阮囝？